它的一些特殊服务，到时候等下就可以清标。那拍卖可能大家在电视上都有看过，不见得真的有参加过。等下就是用举手方式出价，那最后得标的人就会有一个这样垂下来的背影。好，那我今天拍卖除了我主持之外呢，还有国祥跟律师来协助，会介绍一些物品。好，然后等一下实际上你得标之后你要付钱呢，可以到前面这边信义这边，可以刷卡，所以你有带现金也没有关系。好，那我就那我开始进行第一个项目了。好，不过第一个项目其实它是一个非卖品。这个项目它是摸萨的纪念毛娃，它是其实我有一阵子这个是在台北开放的时候设计所制作的一个娃娃，然后它其实不只是娃娃，它为什么是长这个样子呢？因为台北开始设计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知道摸萨，所以就像古瓷啊摸萨，所以这都是古瓷这样。那它有很好用的几个点，第一个戴在身上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我要拿的一些东西都讲一句话。然后第二个是它其实是一个荧幕叉，你可能看不出来，但它其实是一个荧幕叉，你可以拿那个古力的身体去摩擦你的荧幕，你的荧幕就会变得亮晶晶的。那第三个是它的前端啊，嘴巴其实是一个键盘的那个喷嘴，就是你可以拿它来清键盘，这样按。然后随着你这样子中你的压力，一点的压力也是这样子没有，所以就是主持限量的，限量的。那今天这个比较不一样。对，今天这个其实并不是要开放大家竞标，而是它是一个加码的，没有，今天有25只，那接下来得标的前25个人，基本上就会得到额外的这个东西。好，所以这个第一个项目，其实第一个项目并不是拍卖的。好，那我们就进入真正拍卖的项目。真实的跟假实，然后我们待会再来前面分。
刚刚意思不是两只吗？没有啊，他我记错，我们有两对，有两对，小桌就有两对，就是不是需要跟灰色衣服先生分吗？第一个好啊 ，OK 吗？600哈，好，那灰色衣服跟 Windows 600的，谢谢。Okay 啊，再来是这个，刚才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哎，这边写够的可以举个手吗？写够的举个手。那都已经投标500了。600元有没有够的耳环？非常精致，非常逼真，手术有吗？好，这边有一位绿色衣服的先生，700有没有？够超夯的，应该不止这个价钱吧？C9 是不是来帮你买一个？兔墨，我那不是说很想买吗？兔墨在哪里啊？有吗？限量的哦，就是手做的耳环。好，绿色先生，这个600元还没有700要加价的，有吗？哎，我是忘了说，这个捐款不是给捐赠东西的人，就是捐给托斯卡。哦，就是大家捐这个物品来，然后就是付这个拍卖的钱都是给 Tosca 的。好，那刚才比较，刚才是绿色先生600元，还没有人要出更高价。支持一下，让明年的 Tosca 更精彩。什么？700前面？没有，这边要800吗？800，1000有没有？没有。绿色衣服先生1000。还有没有？还有吗？有没有比1000更高的？大家知道都是 cosplay 在这边啊，就大部分会中心还是男生为主。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拿来送女生的东西啊，对不对？可以邀请你的女性朋友跟你一起学写够。居然是这个很吸引人的方式吗？还有没有人要加码？史上最不宅的宅物啊！史上最不宅的宅物啊！所以这个绿色衣服先生1000，有没有人要出更高价？哦，对不起，没有看到。哦，后面这边黑色衣服1100，1100，1200有没有？有没有1200？那扣卡有更多女性会中，支持一下。1200，绿色衣服先生拼了，1200。有没有1500的？有没有1500？哎，上面的那个楼上那个观众席的，怎么都没有喊价？1500有没有？好，那我们绿色衣服1200一次，两次。好的，哎，其实这个我们也是有两只，哎，这个刚是用1100，这个也是用1200 ，OK 吗？好 ，OK， 谢谢这个黑色衣服跟绿色衣服两位1200来到这边。好，那我们就往下一个拍卖物品，下一个拍卖物品是最后拿到台上来的，但是其实大家看起来非常的惊人哦，但并不是要拍卖这个东西，而是要拍卖它的这个空拍的服务。中午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会众有看到，就是我们的空拍机在试飞了。那时候提到说，就是这个空拍机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它并不是只能拍景物。如果你想要告白、求婚，或者是有任何东西想要宣传、排字之类的，这个服务非常非常超值。那可以想象这个机器要多少钱，或者请这样服务要多少钱。就是今天在 Costco 拍卖会就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设定它的这个拍的东西直接随便出来了，所以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实现。每个人都拍得出来，这种机会不好好把握，行吗？
好，因为这个设备其实还蛮贵的哦。它虽然现在有一些开源的四轴的，可以搭配自定轴，可是呢，如果你要配上相机啊拍照，常常最大的困扰就是你要怕把它摔坏，然后就可能会浪费很多钱。好，所以这边有一个专业的路人甲，好，他会对，他就叫路人甲，因为他很低调。好，他会帮你进行这个空拍的服务。好，那他说这个起标价是2000元，好，有没有人愿意用2000元来这个？我们应该一年内要执行吧，对不对？不能拖太久，然后都已经老了，还要放在空拍，好累。一年内，然后台湾本岛的范围，好不好？就是两千元起标。如果你的山上有别墅要卖，或者是你要求婚，或是干嘛的，都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公开的服务。有没有2000元愿意购买这个服务的？村长，我有问题。请说。那个有限定，可以指定时间跟指定地点吗？时间地点应该是先沟通。先沟通，那可以开多久？应该是说你想拍什么要拍多久？我下个月要上五岭，所以可以帮我拍吗？不用在五岭的终点等我就可以了，我骑车到五岭。OK， 你要先帮我时间，好不好？没问题。村长，大婶，怎么样？对，2000吗？5000。5000。
好，上面黑色衣服先生三千一次，三千二两次，还有吗？有吗？三千七吗？有三千七吗？再举手一下。好，三千七。哎、欸。哦。三千七，四千一有没有？四千一有没有？举手三千七次。三千七两次，好，那我们做三千七，谢谢 Nicholas。好，那今天这个就是你在吗？不要，你上台介绍。城市人的浪漫，机械式键盘加上小红点，基本上没有这种东西的啦，除了在这里。好，那我们今天这位 Justin 呢，是他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者跟开发者，这个基本上没有在台湾卖，他都是卖国外的。好，那所以实体在这边，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好，那他是来自介绍全铝合金，对不对？对，谢谢村长给我这次机会。那这是一款用。对，我 Cherry 走，还有有更经典的小红点，然后它是属于60%的一个配置，那有全几个是全铝合金，然后还有两个 USB 跑路，这样其他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台键盘，是有加小红点键盘，基本上。小红点有滑鼠的功能吗？还是好看的？有，它还可以滚动。有带滚动功能，所以会跟 IBM 的功能类似。对，好。那所以这个到目前在国外的售价应该是差不多台币超过快10000块，对不对？9000多。好，那我们今天起标价是7000元。7000元。还是要补充的。谢谢。好，那为什么他会来 Costa 这个因为其实 Justin 了解了这个开源之后呢，其实他也蛮想要让这个 keyboard firmware 啊，就是他的设计啊，都能够用开源的方式来进行。不过这应该是还在进行中，对不对？那他也希望怎么做？好，那所以今天所以就他就捐了一台这个东西来给 Costa 来开卖。所以有没有人愿意用7000块起价？7000块。在那里。哎，我眼睛是不是很大？好，后面黑色衣服的先生，好，这边7000元，好，9000元有没有？这边格子上衣10000，格子上衣直接10000了，很好。可以让自己的麦克风都可以讲话，10001，13000有没有？对啊，速效会出来的，没关系哦。那我们再不办。有副开发者的名片。OK。有副开发者名片。好，这个真的其实还好，所以有没有人要愿意13000？先问一下，你是有印还是无印？无印可以，不能去。我要无印的。对。还要换件吗？15000。15000。18000出价，哎，你是不是可以帮大家用雷雕弄个 Costa logo 上？没问题，想要什么18000都要加上雷雕加上去，还是要自己的 logo？ 可以，没问题啊，那照片都可以。这边18000再加上雷雕的服务，修理师工。有吗？后面。很轻轴，对，红轴很不错，真的是。有人说可以啊。没关系，你不用担心会被认为是开心歌，因为这真的担心不要。出价吗？没有，好，绝对不会有第二张。所以刚才到15000，对不对？15000这边。好，15000一次哦，有没有人要？你要不要举手？可以举手。好，15000两次。哎，不是18000。好，15000，谢谢，非常谢谢。好，谢谢。麻烦就是得标者可以到前面来。那我们的这个下一个拍卖物
不是一个物品，它是一个物物。好，那它是一个英文语义辅导的服务。好，那由爸爸来介绍。OK， 那个英文辅导不是我来辅导啊，因为我英文不是没有那么好，但是我隔壁那位今天早上有现身过的 Pin 在辅导。这个辅导服务啊，其实它的卖点在于说啊，你看你如果想要去，但重点是它是一个语义的辅导，对不对？有一个台湾中国前几个先进去的工程师，现在还被 relocate 全家 relocate 到美国去工作的工程师，来协助你，告诉你你的履历应该怎么样做会比较好。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有没有价值啊？我个人觉得有价值哦。那尤其是 Pin 的英文也蛮好的，所以说如果假设各位有兴趣的话，真的这个服务我相信真的只有这一次而已啊。走出去这个门就真的再没了，所以各位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来，我们的那个起标价，这边应该算非常佛心。哦，这个定在太佛心，他说一元起标就好了，一元起标。一元起标，他这个指数我们要从哪个位数开始讲？那我还是从百位数好了。一元起标，那其实大家知道 Pin 其实是前几年的这个总招之外呢，他还有一间光光伟业，是他设计的一个元件，一个电子感测元件，其实有上过太空，跟着太空梭上到太空，到应该上 ISS 吧，装在 ISS 上面去感测什么东西，太难了，不懂。哦，但是你就知道这个家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本来是物理的教授，后来去 Google。好，那所以我们有人愿意这个参加这个英文的语义辅导的这个服务，来出个价，直接出价。桌上的这个可以直接按出价，还是太低了，大家不好意思讲那个价钱。就是我知道根据统计资料 ，Costco 会中一半是学生，是学生的选手吗？是学生的，不会在你们不行，不要紧张。这个很多嘛，然后大家还就现在大四的好了，就是大四的举手，大四嘛，有一些，然后就是进入职场心情，就是有没有可以按个麦克风说一下？应该很紧张嘛，可是大家就是可能是念职工相关科系的，然后大家都进去公司，原则上就一定是不够，有不够200来吧，这边人出200，还没有在我上，不然200不是。好，用百位数算就好。对，500，3000，3000。哎，对，如果是那个教授，有学生需要那个履历辅导，也可以帮学生这个出价哦，3000。好，那有没有3500？有没有3500？哎，3000在哪边？举个手吗？好，上面的这个灰色衣服的先生。好，有没有3500的？好，那就3000一次，3000两次，那3000，非常感谢上面灰色衣服的先生，请到前面这边来，谢谢。那我们的下一个这个书呢，也是一本书，好，那这个是。其实这个书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实用，因为它是第三版 Pro 学习手册，那现在应该已经做到第五版。那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因为这个书啊，你知道这个 Aurelie 的书，其实在台湾最早就是由 Aurelie 台湾分公司，那后来这个台湾公司就收掉了。那在收掉之前呢，这本书啊，其实是我看它这个是哪一年，已经超久了，2000年左右。2004年左右的时候的一本书哦，那这个是由在台湾的社群一群人一起共同翻译出来，去跟出版商谈说，我们来出中文版，因为前一代台湾好像是，那所以这本书是有它的这个历史的价值哦，那所以上面呢其实也有主要的译者也是唐凤他的签名，那这本书的起标价是500元，500元有没有人愿意？曾经写过 Pro， 虽然现在不写了，500元。对，600，有人愿意用800元出价？有，1500，哎，你是不是还没有成功得标啊？实在力的标，1800有没有人愿意？1800，9S，
两千一有没有人愿意？两千五。两千五在哪边？举个手好吗？两千五，好，然后两千八有没有人愿意？两千九，哎呀，对不起，自动帮我是因为很直数了。三千一有没有人愿意？三千一有没有人愿意？好，那我们两千九一次。五千。五千吗？五千。这是印度吗？对。看不清楚，印度五千，哦，五千。好，有没有人愿意用六千出价？有没有人用六千出价？好，印度五千一次。五千两次。好，非常感谢五千元。到前面。失落来的更多，他
50人结团，80人上线。那有兴趣的人，请你站起来。刚刚这样我有点吃亏，因为我有兴趣，但是我已经站起来看不到我。你可以举手。好，感谢前董事长爸爸第一个带领。好，还有人吗 ？Anyone？ 好 ，Justin， 谢谢。Henry。好难算哦。我们分开来好不好？这一区的人，那个欧三，你帮我数这边有多少人？好，这一区，哎，你帮我算。你们站这一区好不好？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有看到我看到七八九，这一排有九个。我算不算到了？这边有下面的九七十六，哎，只在第几个？十六加十二，二十八，差两个点。有在追加吗？好，30满团，没关系。如果你还想要，就是想要来提补充，补充。你现在看到舞台上是三位，我们有不同的身份。Candy 是 PM 出身，然后有，应该是我是组内唯一没有 PMP 证照的吧。然后。Patty 自己本身是工程师出身的创业家，是老板，所以你们来听到的还有是属于工程师以后怎么创业，怎么被我们带坏洗脑，然后把那个客户抠进来的一些技巧，请大家参考。那我是 PM 出身，所以我擅长是跟工程师沟通，这个很重要。那工程师怎么跟 PM 沟通，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刚刚有30人差不多满团的，请你移动到心理这边开始进行刷卡的工作。当然你想要再追加30人之外，我们也非常欢迎，但切记请你一定要留下你的资料，让我们可以联络你我们的场次，就是你可以或者是 email 电话好不好？我们时间暂定是下周日好不好？大家请排除万难，我们一次把它解决掉。晚上大家 OK 吗？还是用晚上的时间好不好 ？OK 吗？好。Anyway， 我们是晚上的时间，好不好？所以有兴趣的伙伴，拜托赶快过来。我们用10年以上的经验，让你一个晚上都去成。好，谢谢，我把主持棒交给董事长。好，非常谢谢这个热心参加的30位跟销售组的大家，非常非常的感谢。好，那我们的下一个开卖品呢，其实也是一个服务哦，这个服务叫做，可能漏掉了哦，还是顺序错了？啊，对不起，我错了，好。然后，大家相信今天看了蛮多，听了蛮多的 talk 啊，发现，其实蛮多人的这个简报功力都蛮厉害的。如果你想要有一天上台，然后来做一个 talk， 给一个 talk， 那其实有蛮多小小的细节在里面需要注意的。那这本书呢是简报原理，是在社群蛮活跃的一位朋友 Jada 他写的。那这本书是在2012年的时候出的。现在可能不知道还能买到，还可以买到。那就不值钱了，糟糕。不过还有签名，有原作者签名。这本书有原作者签名。那这本书是绝代，那起标价500元，有人愿意500元学习简报的技巧？有吗？上面，那边上面灰色衣服的先生吗？500元，好，有人愿意用600元出价？有人用600元出价，好，500元一次，上面灰色衣服先生，500元两次，500元，非常谢谢。对不起，刚才有人举手没有被看到，对不起，在哪边？哦，这边不是，不好意思，你要输多少？
听不到，七八百是不是？不好意思，刚才灰色英国先生这边有位八百人，刚刚没有看到，一千元有没有？好，他出一千二有没有？一千五在哪边可以举个手吗？好，上面1500。1800有没有？不愿意出1800。好，那我们1500黑色衣服的先生一次，1500两次，1500非常感谢，谢谢，请到前面来。好，那下一个其实就不是商品，是一个服务啊，是我们这个社群的名人大大。欢迎真的。大家知道宅社服务是一秒钟上下100000的，那他会坐在那边陪你写程式啊，那我们请他来详细说明这个内容，好不好？那时间多长？然后他需要买饮料给他吗？还是什么的？宅社服务说明一下。大家好。我的兴趣是写程式啊，那但是从三年前发现啊，我有个兴趣，潜在兴趣就是陪人家写程式啊，好，对啊，好，如果说你有今天参加那个有个影视来讲那个开发 OS 啊，就是这样啊，就是上课到上啊，就是有一些就是可以用写啊，那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我们考虑到有些人经济状况可能比较不这么强大啊，所以呢，你可以不出钱。OK， 不是，就是一定是讲错话。我每次指出学校的特色的时候，都遇到这种事情啊。然后就是那个麦克风的失效嘛。那我应该是讲这五件事啊。啊，就是说，所以等一下起标的时候呢，就是起标价应该是1块钱啊。那但是呢，你可以选择说出钱，或者是出。反正对我来讲，这都一样，就是你可以出钱，或者说你可以出某一种，对我来讲等价东西，好，这个等价东西是这样，我的等价，对，都是马尾，好，那马尾就是，所以我对我来讲，我的等价比就是说，对的。
2900在哪边？2900绿色外套先生，3500有没有？3500有没有？好，2900绿色外套的先生一次，有没有要出更高奖？不少，3100是不是？3100 C9S， 有没有要出3500？有没有要出3500？C9S 3100一次，3100两次。好，非常感谢 C9S 3100由这一首陪你写一个惊喜的 session， 我刚刚有介绍，确定吗？好，那我们剩下的拍卖品其实不多了，但是请大家留到最后有一个压轴。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是地球观测的纪念衫，这个是全世界限量，几件60件，是不是？全世界只有60件的，那你来说明一下，这个地球，这个是由逢甲大学的这个 GIS 中心的董老师捐的一个地球观测衫的纪念的 T 恤。喂，喂，大家好，我叫嘉诚，今天就是要来卖衣服了。那除了衣服之外，其实我们也是卖一个梦想。那这个梦想是这位钟博士他的一个小小的梦想。那首先呢，为什么要卖这件地球观测纪念衫呢？因为其实这本来是我们中心的一个赠品，那就是一直送不出去，所以我们想说就来符合一下这个 Costco 的精神。那这件衣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这件衣服它的设计理念是这样，那个钟博士他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你知道居然是做久了，就是人就开始会想东想西，然后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他想要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就是从一些国际组织上面得知了。有一个叫做地球观测的一个组织，那这个地球观测的这个组织，他就把地球观测分为一个9大领域，就是分别为灾害、健康、能源、气候、农业、生态，然后生物多样性、水资源跟气象这9大领域知识领域。那钟博士他就是想要完成这个梦想，就是去做这9大领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这件 T 恤的设计里面。把这9大知识领域呢，把它用各国的语言，然后排成一个地球的形状，然后放在这个 T 恤上面。那在赤道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把这个 Earth Observation 的这个 Integration 的这个概念放在这个赤道的地方，就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去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那穿起来就是大概像右边这样的这个样子，非常的英俊挺拔。那穿上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上最神器的那一个，那我们的起高价是1500。